主料：山药200克，猪肝150克，辅料：黑木耳20克，香菜、姜丝、料酒、生粉、白糖、盐、蒜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猪肝切片后泡水，尽量洗干净血水，沥干后用姜丝、盐、酒、糖等加入生粉腌15分钟以上。山药去皮切成片状，黑木耳用手撕小块，用开水把两者焯熟沥干水备用。热油多下蒜蓉炒香，下猪肝炒至八成熟，倒入焯过水的山药和黑木耳与猪肝炒匀，加盐调味，最后撒香菜做装饰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猪肝去异味可以用生粉配合一起洗，对去掉血水也有帮助。二、猪肝想要滑嫩，一定不要煮得过熟，烙了就不好吃了。三、山药去皮时尽量戴手套，以免引起手痒，或者用醋抹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